俩就是在说话就是在营业，知道吗？这些就是CP 都是这样做的，就你管他人在干嘛，人就是说对个话，哎呀好甜呀好甜呀，你说啊，休想害死我，操。晚上做好了没？做好了没？我不是还给你再给你煎个肠吗？我是 MVP 哦。那还不是我技术打的。我们合同签几年？不然我们合同签几年的呀？啊，我们合同签了几年？我们没签。为了避免别人说你在营业，那我们就。休想跟我呀！我是 MVP， 你休想跟我来说。我们就隐藏吧。说好几月给我公开的，兄弟，别在那。好贱啊，姐妹们！给拿了个 MVP 哦，谢谢。饿了，别放太，别放太多了，不然放一半吧，不然你该不舒服了吗？我正常点，我就放一半。谁拉你啊？凶巴巴的阿北是谁？是谁啊？凶巴巴的阿北。啊？凶巴巴的阿北是谁？他拉你。妈的阿北。阿北。不管。拉我的名字。他怎么老让你正常一点？我不懂啊，我感觉我挺正常的，我然后老是说，哎，你正常一点。谢谢宝宝。电动筷子，不然这样，我不是开瘦脸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我不是把这个筷子放在嘴里，它的筷子会弯吗？他们说我这是电动的筷子。不好笑。我要去死啊！不好笑。泼妇。
嗯呐，我知道，我过两天就更新了。不会痛了，一会儿大家去参加生日嘛。他说他去接我，他不想去，你去不去吧？嗯，去不去？我不想去。那你在门口等我。嗯？那你在门口等我。你先去吧，你等你想回来的时候，我过去找你，我接你。我肯定会更新唱歌啊，为什么说我们不更新唱歌？最近比较忙而已。没吃饭吧，陈律？哎，我们几点出去啊？一会儿。好吧。这会儿好辣，喝到水。喝牛奶吧，牛奶解辣。好呀。哎，那你什么？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去啊？反正你等会儿是不是要接我呀？哦，我给你弄杯子里还是？哦，杯子里吧，杯子里吧，这样不文雅。行。啊，又开始说那个人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最近聊的人挺多的吧？我桃花挺多的。没有啊，我也脱单了，我恋爱了。真的？是我知道的那个吗？对。那长得很帅。不怎样。不怎么样，夸夸他呀，夸夸他就行了。嗯。我最近也聊了几个，昨天还有一个人给我点了很多外卖呢。一点我吃都吃不完，我放冰箱里，等我回家都得过期了。不要，哎，好累。拥挤好大呀不？拥挤好大呀！怎么这么用力啊？需要这么用力吗？需要。涂一个那个唇玉腮红，唇玉腮红不知道什么，这个腮红很唇玉，这个腮红特别的唇玉。你觉得上次我带你去见的那个救生员长帅不帅？玩你别忙活了，好辛苦呀。他不懂，忘了，我忘了他长啥样。我每天都如此。别忙活了，我每天都这样，我习惯了。哎，你很辛苦。习惯了，你也习惯了，就装。哎，我听说王胜峰最近好像谈恋爱了，你觉得他那对象你见过没有？没呢。还没见过。对呀、啊。今晚去见一见吧。行。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货色。他是你什么样的货色？还把你当货色？哦。哎，超不见了。他俩在那儿演戏、啊，故意在那儿演给你看，吸引你的注意。这种婊子离他远一点，知道吗？都别去。
向南江南折过花。对君，哎，你这个挺好用的哈，这个美照拍，你试试我这个。我就是啊，这个超级好用。他俩自己聊自己也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他。我们不是一直在跟你讲话吗？没有同居，没有同居，没有同居，兄弟们，没有同居，只是过来探讨一下，就是生命的起源。对，什么生命的起源？你在说什么？探讨一下，怎么赚钱，知道吗？人体的奥义，什么人体的奥义，生命的起源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们是抖音大妹和抖音大春雨，对面是抖音大丑逼，对面是抖音大丑，我是抖音大妹，抖音大鱼，对面是抖音大丑。我们对面是抖音。抖音妇科炎症，大家猜一猜，他们两个是谁有妇科炎症呢？第一次用的。对面有。对面得梅毒。对面有小肉芽。呀！太好了，你咋还没收拾呀、啊？我收了，我收了，我不想收拾，反正也收拾也没用，照样还是那样好看。你是留对象，我懒得收拾了。你看他收没收拾吧？他收拾，肯定。对呀、啊，上次见他那个打扮的金光闪闪，就是，我就说没收拾。我被硬上了一课，我被网暴了，家人们。一句话竟然被密，我被我花了500万，是什么话呢？确实很好笑。他说什么？很好笑吗？姐夫，你觉得很好笑？他一句话让什么？让闺蜜为他花了500万。那他说了一句很臭的话，然后闺蜜打了，把他打废了，然后医药费赔了500万。好笑吗？好笑，不是很幽默，这个笑话。可不上当。不是你没刷到这条吗？刷到过的。就那个一个女的说什么？三句话让男生给我花了180万。啊？你不觉得很搞笑？就是三句话让什么让相亲的那个男的给我花了180万，然后怎么，然后有人就评论三句话让那个男的打了他一顿，赔了医药费。今天那次不是跟姐夫喝酒吗？今天跟姐夫喝酒吗？王师傅，他不喝酒。不喝酒的男人挺好的。突然好笑起来，因为他一直在笑，我就觉得很可怜。多情总是无风流，爱人家。你也不说话，王峰，就知道跟你对象说，也不跟我们说说。你不刚也不也是不跟我说话吗？我刚刚都不知道我们连住麦了，我刚才看到。放屁！真的。那我们打一把 PK 吧，赚赚钱，圈圈钱。好啊。先圈钱，你先说规则吧。你先说规则，快点。输了也不过来，让我灌他，让他喝五杯先。五杯啊？对。可以啊，输了你当着你姐夫的面给你灌五杯，自己进五杯下去，五杯下肚。好啊。可以啊。五杯真的太小意思了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嗯。好，闭上你的麦，闭上你的大麦。闭麦了。
哎，他俩是在作怪，对镜贴花黄，这个画的无效化妆，李朝是无效化妆，陈绿也是，陈绿虽然陈绿的技术精湛一点，但是感觉他俩都是无效化妆。王世峰化妆居然换了一张脸，老铁们。而且他化妆前妆后差别特别大。但是陈绿呢？陈绿化妆他不化妆，他。谢谢南仙，陈绿化妆他会遮那个痘，他遮痘是真厉害，他脸一脸痘坑，他一遮没了，姐妹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做到的。谢谢南仙，然后还可厉害，画的感觉很牛，比李朝会画，上次还画了个腮红。也很牛，那个腮红就很纯欲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老铁们，他就是痘上长了一个脸，他不是脸上长痘，姐妹，他是痘上长脸，知道吗？学化妆很老铁，我化妆是很厉害，我马上转型做美妆博主，我给你们推荐，到时候上购物车，上小黄车，给你推荐我化妆。谢谢雨涵，你们上票吧，三分钟了，上一下嘉年华什么的。呀，谢谢你们还信，我老是素颜直播，你们忘了，我素颜直播也很美啊，也很绝的，也很纯欲，素颜也很纯欲。他是伪素颜，平时直播都是伪素颜，伪素颜知道什么？哇，不会我给长两个，你吃一个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？真不吃？哪来的签子？那个辣椒也是。但是我确实很会化妆，老铁，我确实牛化。我化妆技术很精湛，这是实话。你们可以来我直播间多学学，多关注我，给我点关注，给我加灯牌，加粉丝灯牌。我教你们，没事的时候教你们化化妆，让你们都变得跟我一样美丽。都来我直播间，给我点关注，老铁们，给我上点 view。大家给对面点点关注啊，对面确实是我很好的一个闺蜜啊，点关注。谢谢一夕一下。哎，对了，陈绿，你昨明天拍的那个剧，是明天还是后天？明天、啊。是个广告，我没看错的话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个广告呀。那你找我。怎么了？广告你就不愿意帮我了？李朝为什么不说话？他俩有矛盾。专心化妆。他俩有矛盾，他俩平时私底下是那种互撕的。在镜头面前不好展露出来。李朝私底下是我的老公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来和方天宇做朋友嘛？嗯，谢可乐。前面一分钟的收入塔。你们也上上吧。我画完了，谢谢灵芝，谢谢灵芝送的。我画完了，输了的人卸妆滚，不批这个。吃了半天才发现姐不会做饭，她会做个屁。你说你的，我先给你做过啥了都？嗯，做过芝士泡面，对吧？然后火鸡面。嗯。然后那个豆腐汤。怎么叫豆腐汤呢？那是裙带菜虾仁豆腐汤，鲜虾仁嫩豆腐汤。好，裙带菜虾仁嫩豆腐汤。好的。然后又是火鸡面。嗯。然后淀粉肠。嗯。还有什么？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画好了，家人们。你给我做过啥？画完了。我给你做了一碗面条，你忘了？嗯，很好吃啊。还没泡面水平高，感觉。嗯，我真无语，姐妹，我真无语。我给你泡面往给你加鸡蛋。纯欲的一个妆容。蛋了没有？我给你加鸡蛋了。没有。我给你加鸡蛋，我真给你加鸡蛋了。那是李朝奶奶炒的鸡蛋。我加鸡蛋了。那我俩有夫妻相，你觉不觉得？我俩有夫妻相，你觉不觉得？嗯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有夫妻相，李超？我不觉得。你是抖音打车？打车。
做了一张博主群。我到时候开小号，我开小号做，给你们分享我的，分享我的妆容，很绝吧？大家都觉得我很绝，我的妆容绝绝子。画一个腮红，纯欲腮红。啊，姐夫想表达的是他比你付出的多，是这个意思。嗯。你就光画饼。对，说哎呀，我要做这个，老给你做这个。挂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薛定谔的菜。薛定谔的菜什么？